别乱动啊，司令。我没疼。我让你别动，快躺下，快点。好，不疼。躺下。情急之下说的话，他怎么都学给你听了？哦，随便这么一说。没有，你当然比花瓶珍贵。我当时就是做一个比喻，虽然那个比喻不太好，但我想说，丝凤当然也很珍贵，丝凤要比花瓶还有，哎，丝凤，我太笨了，我都不会说话，也不会做比喻。你那么聪明，你教我说话好不好？看来我是得教你一些，要不然我这条小命就要断送在你手里。我倒是有一些事情真的想教你，不过不是教你说话，而是教你慢慢的爱上我。想不想学？这个难吗？不难，就跟剑术和阵法一样，一步一步的，循序渐进。那我六十步拳，我也能学吗？当然，每个人都能学，不过你可能需要慢一点，但是。我会耐心地教你的，关键是你自己想学。司凤教我就学。那好，那你就得乖乖地听先生讲课。第一课呢，我不要我的名字在你那个本子上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本子上的人太多，恰好我不愿与别人分享。可是。都印在你心里最最重要的那个位置，玄机，你听懂？这是要赏月吗？月要赏，课也要上。还没上完啊？那你以为我的课有那么好学？那我还要学些什么呀？现在要学的是，如果别人对你设好时，你该怎么去应付？别人对我好，我当然也应该对别人好了。既然教你爱上我，那就得区分别人的好和我的好，不同对待。比如，若有其他的男子夸你漂亮，要与你同游，你该怎么办？答应他。不对，要打跑他。一个男子夸你漂亮，肯定对你心生爱慕。既然你已经选择了喜欢我，怎么可能与别人同游呢？自然得打跑他。还有啊，若是有其他的男子要你同吃美食，赠你礼物，你该怎么办呢？有吃的，答应他呀。错，还是要打跑他。萍水相逢，无缘无故送你东西，肯定图谋不轨。这样的男子更该打。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来了，若有男子寒冷想帮你取暖，你会怎么做？那我总得抱着他吧，不然他被冻死了呀。出玄机，你还是要打跑他。还要打啊？去。
取暖方式有多种，干嘛非绑你不可？还有，记住，这里得画重点，重点，重点。除了我之外，其他男子不能抱你，你更不能去抱其他的男子，知道了吗？嗯，司凤，这一条重点好像很严厉哈。当然了，重点的问题当然得严厉一些。嗯。好，下一个问题。若是有一天你爹爹不让你再理我，大好的，不行。没错，不是每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的。玄机，你爹爹呢？行事光明磊落，他有一天给你下了这样的命令，肯定有他的原因。但是你可以为他化开心结，又或者可以私下与我见面。雪姬，我肯定不会负你。雪梅花。以前是我没心没肺，我生了你是我的错，可是司凤，你不能这么做。你可以给我讲道理，你可以教我，但是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我心算恢复六十了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我会对司凤很好很好的。九十里街里也有一个人次次的告诉我会记得我，结果呢还不是一场空。司凤，前九世的事情我不记得了，我只知道今世的事情。司凤，我喜欢你，我想一直一直跟你在一起。谁在一朵荒唐秋风里壮看你一眼，一尘好只差一步天荒，爱是悬崖也要闯。司凤，你能不能人不羡明月孤绝在天上，你还走吗？以后什么时候说我要走了？那我只是托船家替我去采一些莲子，我来这里取而已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后悔了？你刚才说的话可是所有人都听见了，有他们为我们作证，你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司凤，你变坏了。雪姬，我说过要教你怎么爱上我，怎么可能会走呢？前世已经不重要了，眼下的你才是我最在意的真实。如果总是被以前的事情纠缠，怎么过好今日？这一次你休想把我忘了。
在雨上辗转成忧伤，还以后命运这般幸福能阻挠，叫人就去回肠，来不来去无泪无望，谁在意多荒唐，谁也不能替代你在身旁，你以后可不要后悔了，拿了我的簪子，以后就是我的人了。那你拿了我的面人，以后也是我的人了。求之不得。命运在今生写下了伏笔，今半与你不期相遇，你留下只在眼前。两位客官，明日约好了快去祈愿吧。注定了结局，走吧。传天机，我们始终难逃脱宿命，隐藏在没想到夜晚这么冷，那个滋味不好受吧？嗯，来，别过去，这样我会看不到你的。这样也很暖和。师傅，你醒了，你有什么不舒服吗？我去给你叫停我去啊。别这样，我真的没事。疼吗？伤口？真的没事，怎么还哭了？眼睛红红的。
像小兔子，不得了，我们家玄机全程会哭啊，该不会是含着鲛人的泪珠才能眼泪掉个不停吧？才没有，我以前觉得哭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，但是现在我才知道这样的感受一点都不好。此刻我好像什么都会了，原来爱一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，心会这样的痛。你以后不要吓我了好吗？不要再离开我了好吗？玄机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没事的，我永远都会陪着你，永远，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走慢一点，司空，小心门槛。好一些了吗？也别扯着牲口，别用力，要是太晕的话，你就告诉我，好吗？是有点晕，这样来，你这样靠着我，会不会好一些？我快撑不住了。撑不住了，那你别用力，来，你搂紧我，这样好了吗？再搂紧一点。再紧一点，这样呢？啊，行吗？胖婶交给我欺负的法子，他说许了愿，用风铃挂在树上，很灵验。我希望司凤以后能够平平安安的，无伤，无痛。对了，胖婶还说，风铃上可以写悄悄话，如果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悄悄话。只要写在风铃上，风可以告诉那个人。可是我想来想去，也没有什么悄悄话。司凤你呢？我确实有些话想要告诉你，可是无法写在这个风铃上，因为这本是我一生要厮守的秘密。我不想让别人看见。所以我把这个秘密锁在了这里。玄机，你解开这个龙骨锁就可以看到了。龙骨锁，司凤，这个龙骨锁好像很难解的样子。你把秘密写在里面，又想让我打开它，你到底是想让我看，还是不想让我看？要是不想看，就算了吧。我试试。雪姬，总有一天，你会解开看到的。此刻，就算是我一时气。因为贪恋眼下，舍不得现在吧。我擦不干净。擦不干净，让我来帮你擦吧。喂。过来。还没擦完。才被火烧了，现在没了，怎么办？会不会很丑？嗯，是很丑。丑吗？不丑。丑吗？
中。你再说中。让你说中。司凤，你连眉毛都会画？我是被迫学的。表大哥以前跟我说，学这个东西一定会有用处，没想到还真的用着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画，还不太会，慢慢的绝对会给你画得好看。别动，恒宇啊，小心给你画成夜叉眉。司凤，我爹爹以前也跟我说过，年轻时他给我娘画过眉毛的。你爹和你娘那不同。好了，你看看，真好看。司凤真厉害，真聪明。事情想问你，你说要是有一天我们必须要在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之中做选择，那该怎么办？云龙不是已经说了吗？能够守住身边最重要的那个人就好了。我只知我绝不会放下你。我再也不会的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还挺羡慕玲珑和你的。羡慕他？在这次簪花大会处理完所有事情之后，你可愿意与我寻一方宁静之处，一起过闲适归隐的生活？爹爹。是你们呢，爹爹，这是觉得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心中有些烦闷，所以我就来跟你娘说说话。一转眼，你娘已经走了很多年了，你们两姐妹也都长大了。爹爹只希望，往后的日子你们两个能够平平安安，不再有什么意外。爹，你放心吧。我现在已经有能力可以保护我自己，我也会照顾好你和玲珑，不会让任何人出事的。你这个臭丫头啊，之前爹爹真的没少为你担心，可是没想到你出去历练一番之后真的长进很快。你不但有了定坤神剑，还把那个腾蛇收作灵兽，爹爹心里很高兴。只是我这心里时常有些不安。玄机，你是否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异之处？糟了，爹爹该不会怀疑到我的身份吧？若是大家知道我是战士，会不会把我当怪物，不跟我亲近吗？玄机。嗯？爹，我收定坤和腾蛇都是巧遇。真的没有什么瞒着爹？嗯？没有。你若是不肯说，爹爹也不逼你。爹老了，总不能一辈子陪在你身边。以后的日子有司凤陪着你，爹爹也就放心了。爹，你不反对我跟司凤吗？怎么说呢，经过了玲珑跟敏言他们的事情之后，爹爹也想开了。其实这两个人在一起，只要能够相敬相爱，不离不弃，就比什么都强。司凤是个好孩子，爹爹看得出来，他
他对你是一心一意的。子枫啊，我知道你们离泽宫的规矩很多，我也知道你师父对你和玄机的事情不太满意。你放心，我会找一个适当的机会跟你师父好好谈一谈。多谢楚长老，我与四凤此生定不会辜负楚玄机。请长老放心把玄机交给我。你这臭小子不会是现在向我提亲吧？晚辈知道现在不是最合适的机会，来得有些突然，但我对玄机的心意从来就没有变过。你这臭丫头，女大不中留，对不对？不过我们修仙弟子行走江湖，不必拘于小节。这样吧，等从点睛谷回来，我就找一个良辰吉日，帮你还有玲珑，你们把婚事一起办。从今以后，我就再也不用为你们两个臭丫头操心了。爹，怎么那么快就提办婚事的事情？怎么着，你还嫌快了是不是？不，那好吧，那我就再找机会，我再刁难刁难他，怎么样？不，处长，晚辈求之不得了。好，玄机啊，跟你娘好好说说话。四凤，我说过我会对你负责的，说话算话吧。那我以后也只能以身相许。你把你娘的话信拿给我。四凤，我记得你以前说过，你不知道你娘的灵位在哪，所以想祭拜，却不知如何祭拜。今日，你娘的画像在这儿，我们就当做她的灵位也在这儿，我们一起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吧。两位娘亲，今日我和四凤有了终身之约，你们在天之灵也一定很开心吧。楚夫人，我与四凤此生定会好好照顾玄机。终是去蓝色的风景，陪你看尽繁华如水，花落土你笑什么？我笑我们便这样一起三百了高堂，如今你已经是我魏国门的妻子。这可不算。你刚刚在我娘面前磕了头，这叫不算，我娘可都看着了。那既然拜过了堂，聘礼呢？你骗我的簪子还不认账，还想问我要聘礼啊？二位娘亲，你们可得为我做主啊！哎，你乱说，这个簪子是你娘给我的，又不是你给我的。好，等我从点睛谷回来之后呢，我就给你一个盛大的婚宴，无论你想吃什么，我都一辈子做给你吃，这样够不够？嗯，那还差不多。
是两情相悦，又怎么会因执念而生嫌隙呢？他分明是在骗你。玄天为了救我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，他对我是真心真意的。你跟你师父谈得怎么样了？四凤，这样会被人看到的。我不管，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要和你在一起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哪儿都不去，就一直在这儿陪着你。对了，四凤，你这个武功锁，我一直解到现在，实在是太难解了。我解到现在都解不开，但是我又想知道，你到底给我写了什么？你告诉我好吗？也许解不开，才最好。四凤，你怎么了？有些事情我必须亲自去处理，要是出什么意外，不管你听到或是看到什么，都不要胡思乱想，等我回来以后和你解释好。师父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你师父还是不同意我们在一起。相守。